我是刘任昌，我是这个 PowerPoint 还有影片的制作人。啊，这个影片要讲解那个选择权哈，理论架的推导意义哈，还有应用哈，其中包含讲那个买权与卖权的评价公式哈，所以涉及选择权，然后也涉及到那个固定收益证券，然后也有讲到风险管理。